白冰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之前跟我说的仙女腾天图的事情都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没有半句假话。以前呢，我一直都不相信，但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，原来这么久以来。真的都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。雨轩，我刚才说的我话，知道你刚刚是想替我解围。不是。我刚才说的话都是我心中所想，真情实意。我想照顾你，守护你。白冰，我累了，我想先回去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谢谢。千年了，这次我不会再错过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跟小仙女？云轩，你们成功了吗？我都不记得他，你就自欺欺人吧！你现在还不能雕刻，是因为你手上还有肌肉记忆。难道你对雨轩就没有点爱的多巴胺的记忆？顾远城，以前我跟你说过我喜欢许云轩，我之所以不跟你争。那是因为他爱的人是你，现在你如此伤害他，我也就不会再退步。既然你忘了，就请你离开的彻底些。对了，以玉园林的项目怎么样了？还在继续进行，不过咱们当时跟他签约的时候有一个条件。就是你得为他们雕一尊专属于他们的作品，这很难吗？5年前，你出了场车祸，车祸后你就没法雕刻了。他大概是知道你这个弱点，他故意难为你。哎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你有了雨轩，在雨轩的帮助下，你又可以重新雕刻。你是说，荀宇轩帮我重拾了雕刻？嗯，宇轩出现之后，你的手就有了好转，在他的鼓励下，你恢复得很快。喂？啊？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回去。那个。慧君催我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你自己找个代驾，少喝点。老板，你仔细看看。我跟你要雕的这个仙女是不是长得格外的像啊？因为之前我就是在这儿给你当模特的。难道这真的跟她有关系？
来啊，一二三，茄子。好，再来一张。一二三，茄子。嗯，可以可以。玉娟，嗯，这样子我有点担心啊。你别担心了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有觉悟。嗯。发个朋友圈。嗯。白冰来了，到午饭点了，你们吃饭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难怪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口福。你看，这不就来